王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是要跟我耍耍刀？我是要和你耍耍刀。我们王家的规矩，大刀起人头落。今天我就要你见识见识。那今天是谁的人头落呀？自然是你的人头。你这个狗汉奸，我王大刀今天就要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。你放屁！我是汉奸？你瞎了眼了你？你是小鬼子的保长，你不是汉奸，谁是汉奸？当保长是迫不得已。邱大哥说得好，那是为了斗争形势的需要，懂不懂啊你？邱大哥？哪个邱大哥？当然是新四军的邱刘全了，我今天就是代表他来的。你们这些散兵游勇根本成不了气候，赶紧收拾收拾，跟我去投奔新四军。站住！我看是带我们去投小鬼子吧。你想冒充新四军，你来晚了一步。真正新四军邱大哥的代表昨天就到了。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邱大哥的代表在哪儿呢？叫出来！你收！别动，动我就打死你！狗汉奸，你打死我吧！打死我，我的这帮兄弟也不会让你出去。王大刀啊，王大刀，你他妈是个糊涂蛋！把那狗日的代表给我叫出来！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！来人，带李代表。你是邱大哥的代表？正是。你见过邱大哥吗？你这是说的笑话？当然见过。那我问问你，邱大哥有多高？比我高还是比我矮？你这是无理取闹！既然见过，有什么不敢说的？比你高。他平时用什么枪？你这么问来问去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邱大哥是有名的神枪手，他用什么枪，新四军人人都知道。你要是回答不上来，就说明你这个代表是假的。说。使的是我可枪，就你这样啊，还敢冒充邱大哥的代表？我告诉你，邱大哥用的是小日本造的14式半自动手枪，弹夹容量8发，是跟鬼子打遭遇战从鬼子手里缴获的，知道吗？我记错了，狗日的，记错了，记错了。看你根本就不知道，跟老子说实话，要不我现在就打死你！谁派你来的？说！我是小草，小草派来收编你们的。我揍了你！啊！丁大少爷，是我糊涂，你打死我！王大刀，我打死你，谁跟着我抗日啊？啊！你，王上将，你打打的好。放心，开军，小心啊！
进。怎么？这么早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开饭店的，起晚了就没好肉了。行了，小野爸还等着我呢，你当点心。王支长，一派去苏北游击队的人呢？还没有任何消息，不过我已经派人在联想。最近我们失踪了十几名日本军人，连着他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具体情况不太清楚。放我！太君，我听说失踪的皇军是在找乐子以后不见的。解释说，这件事我私下里也调查了一下，不过还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。没人说。日本人は燃料ちゃんで女遊びなど派手な行動してはならない。違反したら処罰する。はい。王队长，这件事由你去处理。是，我一定不辱使命。去吧。命令を伝えろ。町中を大捜査しろ。怪しい者は全員捕まえろ。一人も見逃すんじゃないぞ。分かったか？はい。黄老板呢？不知道，这几天神神秘秘的，叫他也不来，也不知道他哪根筋不对。别管他，咱说咱们的。好，兄弟们，欢迎大家参加新四军。来，这碗酒我敬大家。哎，干！大家请坐。兄弟们，虽说大家以前都在抗日，但各自为战，力量单薄。说句实话，没有给鬼子造成什么威胁。那么从现在起，我们要统一行动，统一指挥，拧成一股绳，这劲儿一处使，彻底在阎留镇地区打掉小鬼子的嚣张气焰。邱大哥，我们以后就跟着你干了。邱大哥，哥几个打鬼子，没一个是孬种。好。能有这样的气势，鬼子的日子就长不了了。走，邱大哥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说，咱们新四军能不能给兄弟们发点枪？总不能老让兄弟们拿着大刀片去剁鬼子炮楼吧？枪支呢，的确是个问题。就连我们正规部队武器装备都很缺乏，何况我们呢？我们只有靠自己解决了。小田，你看。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呀？放在我身上，我有个兄弟就会造枪，这小子聪明手巧，造出来的手榴弹威力还不小呢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不过最近小鬼子加上了排查，做枪爆这么大的动静，很容易暴露。没问题，我安排，保证让小鬼子找不到。好，来来来，大家干！秋天，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哟，大少爷来了。死鬼子也想不到我们敢在这儿制造枪炮了，这叫灯下黑。大少爷，看看，兄弟，还真有你啊！小大哥，这些啊全是小卢匠做的，是吗？好样的！哎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邱大哥。兄弟，做枪炮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呀，
知道了，来看看。新四軍の攻撃を甘く見るな。今日からは俺の命令なしには誰も統治下を離れるんじゃないぞ。はい。这小鬼子就不敢乱动了。我听说除了咱们之外，还其他人在杀小鬼子。对，我也听说了，一下子杀死了十几个小鬼子。小岛为这事正焦头烂额呢。这炎刘镇上这是藏龙卧虎啊。那是，我们炎刘的汉子个个是好样的。哎，不过这小胡将造枪虽然能用，但威力太小，要真的打起仗来，怕顶不上用场。哼，这小子正研究新玩意儿呢。新玩意儿？比原来的厉害多了，还起了个名字，叫什么？这我这脑子怎么给忘了？叫什么什么蛋？知道这叫啥蛋不？不知道。这叫鬼子见了就完蛋。呀，这什么名字呀？这么长？名字长了才吓人啊！说的好听，那有多厉害啊？老厉害了。哪天试给你看看？我看看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小心！排长，怎么了？哎，我没想到。威力还真不小啊！狗日的，谁让你瞎动的？我也不知道那拉环是干什么的呀！快退！快！哎，对了，快打猎！来！大哥，大哥，快，前面有人！啊，这边是。大哥，我看我们还是走吧。祸是我闯的，不能让你替我背黑锅。少废话，进去。太君，下面了。快！太君，太君，大少爷不在里面。太君，三阿三，嗨。太君，那是老爷子灵堂。太君，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小岛大佐，有何贵干呢？調べさせろ。慢。大佐先生。我们中国人以孝为本，你带这么多人大闹我爹的灵堂，不大合适吧？林先生，今天是迫不得已才打扰狄纳爷子的。好吧，那就让我进去给狄纳爷子烧烧香，算是赔个不是吧。
那就请吧。请吧。大佐，这中国人的礼数，您就免了吧。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讲，如想随时嘛。云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丁先生，你能告诉我吗？小鲁江在哪儿？大佐要这么问，那就是为难我了。小鲁江不是本地人，我也不认识，我怎么能知道他在哪儿呢？丁部长，我今天要是抓不着小鲁江，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太君，这个人我倒是认识。说，小罗将是国民党兵，在前线专打日本。齐大少，你可真是条纯种的变色龙啊！哎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我可以带您去。啊，大佐，小罗将不过是个国民党逃兵而已，来到本地之后，他是规规矩矩种地的。丁先生，你刚才不是说不知道他吗？大佐，你可真是明察秋毫啊！我只不过是不希望大佐滥杀无辜而已。哼！杀了你！你听我说，小卢将已经跑了，我带他们去，他们也抓不到。可我不带他们去，太君说了，抓不到人就翻脸，到时候咱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我这是为了帮你，少爷。嘿，看什么呢？告辞。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大哥，我们还是走吧。你们俩就在屋里待着，哪也不许去。等过了风头再说。大哥，都听我的，待着。跟你们说说，来。最近发生了一些事儿，大家都知道。镇上有人勾结共匪，干了一系列杀人放火的勾当，弄得镇上是人心惶惶。小卢家
就是这群人的带头人。今天皇军把大家叫到这里来，是想警示大家，啊，为了保证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一定要安分守己，不要受人蛊惑，受人唆使，种好地，收好粮，共建王德勒特，啊，这个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大东亚共荣万岁！喂，少帅。你们俩也不要伤心难过了，啊！房子烧了，就住在我家里。大哥，我没什么着急。我参军那天起我就没家，我这条烂命也是捡的。我没什么好办，大不了就跟他们同归于尽。媳妇儿，那我不开玩笑。房子烧了，家也没了，说我不伤心是假的，不过我还很庆幸咱俩都还活着。小慧说的对，活着是最重要的，别动不动的同归于尽。不过现在城里很危险，鬼子已经盯上你了，你们还是去找邱大哥吧，陈嘎了已经过去了。那大哥，我有件事想拜托你。说。我想托你照顾我媳妇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想甩开我是不是？你能打仗，我也能去。媳妇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说你一个女人家，我怎么能让你陪我去送死？那银子也是女人，她能去，我也能去。如果你死了，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呀？要死，咱俩得死到一块儿。好媳妇儿，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，这辈子别想甩开我。大哥，啊，我带着慧儿一起走。好。这有火，对，容易爆炸，大家都注意点安全啊！我说，还是你自己多注意点吧，啊，别老说别人。不是咋的，嘎的，哪壶不开你提哪壶，整天跟个钻地鼠一样到处挖洞，你还说我呢你？哎，我本来就是个盗墓的呀。上次出事儿，我怕日本人会发现，所以就赶紧转移了。哎，我说嘎的，嗯。你整天这么挖，我看早晚有一天都挖出了一个地下迷宫来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就算日本人能找进来，也得活活饿死在里边。咋还能饿死呢？嗯，你在里边出不去了呗。太君，这几次皇军遭受的袭击，从手法上看，不像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或者是新四军。敌人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土枪和土炸弹，因此我估计袭击皇军的充其量不过是共匪的游击队。
继续说。他们造土枪和土炮在城里的可能性不大，因此我建议皇军把搜索的重点转移到乡下。问一下，你分析得很有道理，这个任务就派你的侦缉队去办吧。太君，我侦缉队正在全力调查皇军失踪的案子，再加上要维护镇子上的治安，实在是抽不出人手。但我想，如果皇军作为主力，再加上李队长的黄协军配合的话，太君一定能将这一小股共匪一举消灭。嗯，好，我在这儿就按你说的去办。我再派遣个小队的皇军配合你们行动。是。少爷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哪知道，我也没想到这么多鬼子。鬼子动作实在是太快，一点预兆都没有就搞成清乡行动，咱们还得跟着。邓四儿，哎，找人联系邱刘全和银子。可咱们的人都被鬼子看着呢。妈的，行动就行动，还要老子穿这身皮，穿上更像汉奸。哎，少爷，您小点声，这要让人听见了，麻烦可就大了。那个胆小鬼，贪生怕死。水呢？老子要喝水。咱们的人啊，都被小鬼子抓去看炮楼了，一个都没剩啊，一个都没剩啊。那你倒给老子倒水去。哎，好好好，快去。哎，你真拿老子当汉奸了？清乡清信，小岛太君力图在我们岩流镇建立共同文化，共存共荣，所以皇军是来帮助咱们中国人打坏人的。我们镇上的人前些时候就是受了这些坏人的蛊惑，太严重了，被麻痹了思想，所以皇军是来帮助我们纠正的，是来帮助我们建立王道乐土，来消灭这些破坏治安的土匪敌。疯狗逼，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鬼子。哎，你更他妈无耻！哎，家伙，你少说几句！你送我，找死你！干什么？送了我的家！你们等等等等！大佐，既然要东亚共荣，就不能失了民心。这么大年纪，给我点面子，放他一马，我保证乡亲们一定会配合你的清乡行动。哎，丁小天，你什么意思呢？你狗日的不是阎良镇的人呢？天你老子拉倒！拳头，你们拳头啊！你们什么逼！乡亲们，抗日这几天要挨家挨户的清查户口、登记造册，希望大家多多的配合。皇军要给每一位良民百姓发放良民证，放心，绝对不会漏掉一个好人，永不会放我一个外人。来了，银子姐来了。哎，银子姐，来坐。哎，银子，喝点水。情况怎么样了？情况不太好，小岛现在要挨家挨户的清查户口，说什么建立共同文化，
不管是谁，只要是反对都格杀勿论。现在群众们只能受他们的摆布了。就目前这种情况，我们还一门心思这么躲着，这根本就是在放纵小鬼子和伪军的嚣张气焰嘛。对，打，打死这帮正本鬼子。对，打死这帮小鬼子。打，打死他们，打死他们。队长，你慢点，我断不上你。王队长，怎么都走到这儿了，还不进去坐坐呀？公务繁忙，今天我就不。怕我了？不会不会。那就进来喝一杯吧。走啊。你们先去吧。王队长，你今天可是不像话啊！非要让我把你拽进来。怎么了？这叫菜吗？看了就让人恶心。这菜没怎么样。小二，去给这位老板把菜换了。换什么换？换什么换？换了他还是这个味儿。你们这家店的味儿啊，就是让人恶心。你小子怎么说话的？我怎么说话了？他本来就恶心。我告诉你啊，再跟着捣乱，我把你抓起来，信不信？王队长，小二。这位老板的账免了，算我的。切，抹了抹了，我还不错了。哎，你小子，我老子崩了你，信不信？王队长，算了算了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走走走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他妈的！算了算了，再他妈闹事，我崩了你。王队长，不跟他们计较。来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你瞧，自从啸天当了保长，你来我这红闺房可少多了。实在是公务繁忙，抽不开身。忙，今天想吃点什么呀？随便随便，什么都行。那行，我可就做主了。那你等着，等着。小二，这样真他妈晦气，到处都能碰到场子。你说谁呢？我爱说谁说谁。你管啊！莫使金樽空对月，王队长，今天咱们俩好好的喝几杯，一醉方休。来，我敬你。这别紧张啊，来，喝一杯，干了。王八蛋！我告诉你，你他妈离黄英远点！丁保长，您误会了，误会个屁！我这他妈在这干什么？王队长是我请来的客人。是啊，丁保长，你真误会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王队长是我请来的客人。
干了呀，把枪给我拿一会儿。你不是有手榴弹的吗？手榴弹打过去，那打伤就得用枪啊。邱大哥给咱发枪的时候，可就把这把枪给我了。再说，也没有那么多手榴弹，扔都扔不完，你跟我抢那干嘛？嘿，那你也别跟我抢。要不这么着，咱俩猜拳，谁赢了谁拿。凭什么？我凭什么跟你猜拳啊？哎，你们俩小点声行不行？说呢吗？不行！打！打！醒了，太好！哎，邱大哥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你还有力气说话，真是命大。快躺下，你不要命了？这子弹刚取出来，你身子骨还虚呢，快躺下啊！哎，把药喝了。霍老板，银子和游击队呢？别急呀，来，快说呀。银子已经突围了，但他不能来见你。你受伤以后，是小卢将把你送到我这儿来的。放心吧，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养一阵子伤，等风头过去了，就去见银子。来，谢谢你，霍老板。走，走，这个，这边，这边，走，走，这怎么回事？走，走，走，这个怎么回事？老板娘，侦缉队的人往咱们这边来了。哑巴，你们带邱先生先躲一下，我出去应付应付。嗯。让开！好，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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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队长，前两天见我还躲着走呢，今儿不请自来了。看来啊，上次的酒是没喝好，是不是？侯老板，我今天是奉命来搜查游击队，请你行个方便。呀，王队长，你可别吓唬我，我们是女人家，要的是安全，你可千万别说我们跟什么游击队有关系。我又没说你跟游击队有关系。我这不是也为了应付上面吗？哎呀，应付应付，你就知道应付。前两天在树林里不是刚打完游击队吗？给日本人干活别那么卖命啊。你怎么知道我跟游击队打过仗？咱们
炎刘就这么大块地方，你们又打了胜仗，这镇上谁不知道啊？我说王队长也该好好的歇歇了。我说弟兄们，你们也进屋坐吧啊！我红贵坊今天什么生意都不做了，专门为各位庆功。哑巴，把咱们家最好的酒拿上来，我要好好犒劳弟兄们。郝老板，啊，丁保长不会来吧？你怕他？情流。